耶稣的母亲信息。关于不加评判的准备好你的心。通灵天使与光聊，地球上亲爱的儿女们，我是玛丽，今天再次来到这里，将我所有的爱带给你们每一个人。我的心感到欣喜若狂，我的儿女仰望天空。天空是什么？你能摸到的东西吗？你能想象到的东西吗？你们中的一些人认为，在这片蓝天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宇宙仅限于你们的星球。在这个蓝色的大球内，夜晚是黑暗的，因为有人关掉了光。然后，一些星星出现了，但是，这些星星在哪里呢？它们粘黏在这个球上吗？当然不是。你看到的这片天空是无形的，实质上不存在，它是空气对你星球周围的光的反射。你呼吸来自太阳的光会产生这种效果。当没有光，没有蓝天时，你会看到宇宙、星星、其他行星以及你的头脑还无法感知的无限世界。你是这个大宇宙中的一个小点，你是父母神的孩子，被他爱护和保护，就像宇宙中的所有其他生物一样。啊，在任何人都想知道之前，父亲、母亲、上帝不会将他的爱从一个孩子转移到另一个孩子，他平等的爱每一个人。哎呀，但这对你来说很荒谬。父神、母神怎么能像爱我一样爱一个凶手、一个罪犯，这样一个完美的存在？父母神不审判那个凶手、那个罪犯，同样被他爱着。我会说他有更多的注意力，因为他迷失了，不知道如何找到通往光明的道路。但你还是觉得很荒谬。那些你称之为罪犯的人不可能有我们任何人的爱，更不用说父神、母神了。为什么不？他们都是由谁创造的呢？他们都有神圣的火花。那么，父神、母神的孩子怎么能得到不同的爱呢？我的孩子们，父神、母神不审判或惩罚，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。所以这些灵魂，那些不追随光明之路的人，将收获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，但不会停止成为上帝的孩子。他们不会停止值得他的爱。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、每一个灵魂都非常了解宇宙法则，他们是保持宇宙平衡的法则。是的，必须有规律，否则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决定，宇宙就会变成一场大灾难，一团糟。所以有规律可以保持宇宙的平衡。有行星法则、星系法则和恒星法则，每组球体都有其规则，因为每个组在宇宙中都有其功能。没有人在那里只是无缘无故的装饰或闪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，因为众生也有规律。你们都知道，宇宙中有些生命不喜欢散发爱，他们走的是一条痛苦和暴力的相反道路。你怎么称呼它？邪恶的。并且这些都是由普遍的法则来判断的，并且在每种情况下都会受到适当的惩罚，但不会失去父神、母神的爱。不管决定是什么。然后许多人问，但是父神、母神不审判。父神、母神不审判，他不以你理解的判断方式来判断。你从你星球的法则中得出结论，但宇宙法则是创造出来的，维护并在整个宇宙中使用。不是父神、
母神站在一张桌子旁，定义每个人应得的或不应该得到的。每个人都收获他种下的东西。如果他种下光和爱，那就是他将收获的，犹如他种下无爱。宇宙亦然，宇宙法则亦然。所以，不可一人评判他人。当有审判时，根据宇宙法则，他不是一个人。谁来判断？是集体、整体和许多人分析每个案件并做出决定。没有监狱，宇宙中也没有囚禁罪犯的地方，这是你的世界的创造。有一整套训练、教导和治疗的工作来恢复那个人的灵魂，这就是我们应用的假定的惩罚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更具挑战性和意义深远的决定，在你看来是荒谬、暴力和不可接受的。啊，你觉得法律令人反感，那很好笑。你对宇宙一无所知，你对灵魂、使命和要学习的课程一无所知。所以你将在这个星球上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宇宙法则将在这里适用，而不是你的人类法则。我们不承认、不接受和不理解，将对那些伤害种族、群体、国家或城市的人实施法律。换句话说，故意让其他众生受苦的人，只是为了他们的适合性，将受到普遍规律的影响。而那些来到这里并创造了这个星球的人，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和缺乏爱，将受到最深刻的评判，因为他们在这里植入了缺乏爱和邪恶。许多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你现在才这样做？一切都有父母神的时间。这个星球被父神、母神这样放置，作为对整个宇宙的一个教训。是什么让你远离源头？当你离开父神、母神时，会给整个种族带来什么后果？这个星球已经在三维空间生活了几千年，作为整个宇宙的榜样。只有现在，这个时代结束了，你可以成为高级和进化的生命，这个星球永远不会再低维了。地球已经完成了它的角色，并完成了它的使命。他向宇宙展示了在二元性和自由意志中生活的感觉。不要质疑父神、母神，万事皆有因，反其道而行之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敞开心扉，接受你的进化，接受这个星球上将发生的一切。这将是困难时期。你们将不得不了解宇宙是如何运作的。这个星球将再次成为伟大银河联邦的一部分，因此它需要遵守规则，它的居民也需要遵守。然后您将了解事物在宇宙中的运作方式。有很多爱，但必须尊重和执行法律。审判这个词现在很流行，所以我对你们每个人说，儿女们，不要评判任何人。你不知道你以前在这个星球的土壤上做了什么，那么你怎么能批评一个弟兄呢？你可能做得比他差很多，你所做的会被分析，并由你立即转化，有很多的宽恕、进化、学习和意识。现在不是评判他人、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的时候。时间是真理，无论多么丑陋，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面前。你们会看到它，你们都有机会救赎自己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进化。对于那些被宇宙法则审判的人，已经没有时间赎回了，因为他们已经被赋予了这个时间，并且没有接受它。相反，他们做得更糟。所以没有更多的时间了，法律将立即适用。你要相信一切都会为了地球的利益和你的进化而做。
偏心或热情的态度不会做任何事情，一切都将按照普遍规律进行。所以，准备好你的心，不要让你的头脑生气或害怕，因为每个经历这个过程的人都会有一个理由。当然，你会明白的。向内看，寻找你的高我，如果太难了，寻找我们每一个人。确实，我们会带着你们每一个人，缓解此刻可能出现的所有紧张和情绪。你必须相信这一点，尤其是发自内心的。圣母玛利亚 Master Mary，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